着壳了哈，贴着壳本来很大颗的，晒干了缩成这么小小，切一些，把它锯掉一些，盖上那个木板的薄片，那个喉咙药的那个瓶子，那个是绳线，这而不是塑胶的。尼龙的吗？不是尼龙的，丝质的那种绳线，就变成高。这个如果是薄平板的话，那这里连一块平板，然后有用锯子锯两道凹痕，这线就可以放上去固定了。然后这个你看，我经常买的那个翻锅。可以把那个弦线拉紧，调紧，这个固定的，这个哈、木头应该凸出来的，那可以锯子锯一道痕呢，就可以套住那个绳子了。你看这个厨房那个保鲜膜缠绕的那个纸筒。然后这个木条比较细的，手要好握，就加上这个厨房保鲜膜那个纸筒，呵呵，环保原则，物尽其用。这放的位置不一样，声音也不一样。手机来弹钢琴的 ，Google Play 搜索简谱钢琴，下载安装以后，手机屏幕就可以有钢琴键盘可以按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哦，正常音还有高音还有低音，可以对着简谱来做练习，这个是创作的乐趣。春天自弹。自得其乐，对肝脏有帮助，还可以赶走忧郁，避免那个忧郁，防忧郁。肝脏春天喜欢那个生长的生，喜欢喜气啊，春生夏长，春天有那个生长的那种生机啊，喜欢喜气，肝脏春天喜欢喜气。弹奏自己创作的乐器，自得其乐哈，自得其乐有喜气，欢喜的心呢、对肝脏有帮助，可以抗忧郁，还可以抗忧郁，欢喜的心，多关心呢、人群也可以避免忧郁，太关心自己，钻牛角尖才会得到忧郁。弹奏乐器啊，自得其乐，创作乐器啊。有 YouTube 网络电视台的咯，创作乐器、弹奏乐器、录影的上放上网站的共享，好到那个同好一起分享，可以避免忧郁。